那两队会打总冠军，鱼有荣焉啊，鱼有荣焉。你们也蛮准的啦，呆队球队。第二棒的岳振华要站上打击区了。这棒打得不错，在右半边拉得很高，林嘉伟还在推，还在推，这个球最后是跳起来出去了。岳振华 solo home run go， 这还得了？哇，岳振华真的是在大比赛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小看他。一棒炸裂帮助中信兄弟1-0。哇，胜局是。过往在例行赛对岳振华投的是下下叫，21个打数只被打4支安打，但是这数据呢，我们说过了，到台湾大赛一切归零。对，其实他例行赛对他打得不好，甚至是对他投的是非常好，但是总冠军赛就是很难讲，那个球有一点失控的话，你被他逮到就挥成全的打。哇，跑到红中去了，真的是在红中吧？哦，那这位置就怨不由人了。即便林嘉伟一直跟到最后，但是无奈啊，嘉伟可能要再多20公分才接得到。对，我们都知道岳振华是属于这种强力拉打形态的选手，对，善打这种速球。不过一局下半对中信兄弟的球迷来说非常的开心，岳振华的阳春蛋帮助了黄山军1-0取得领先。